根据到你的用料，还有就是这样呢来调整它的转速，还有熟度。这个就是压料的，上面的这上面标识的很清楚的。启动，主机启动，然后下料启动。我们先开下料。先把压料启动，主机也启动，看到吗？这已经都两个都在转了，不用了，把那个回到零，所有的停止，然后总停，啊，这样就把总电源断掉，然后启动的时候把总电源送上去，把这个开关拧一下，然后。